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请师父帮我看63年的兔子。我在7月的时候得了乳癌，现在已经从之前的癌细胞指数800多，现在我经过念经放生许愿，现在已经正常了，请师父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。看看你的心脏是吧？心脏啊。我的情况。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3年属兔子。几几年啊？63年。啊，没问题了，乳房这里正常了。我的乳房还有一个肿块哦，之前是5公分的，在靠近当中的地方，两乳的靠当中的地方。是右边。对，我刚不指这里吗？现在已经小到2公分了。谢谢。吃全素了不啦？吃了。吃了。你知道谁帮你念的不啦？你以为你念的？你边上那个是你的谁啦？我妹妹。你妹妹啊？你小好感谢她吧，她给了你很多功德啊。是。她整天在做义工。她真的帮了我很多，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妹妹。现在明白了吗啦？明白。救人们就这么救的呀，有本事多做功德，把自己功德给家里的人好起来了，你在边上端茶送饭都没用的，明白了吗？请师傅帮我看一下，我还要放生多少条鱼，以及念多少张小房子？1300条。300条。小房子84张。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因为你人挺好，感恩师傅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还算不错。但是你的嘴巴不好，年轻的时候嘴巴太坏。是的。好好忏悔啊。好的，我每天都在忏悔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还有要注意，你有一个脚现在很痛。偶尔了。右脚关节这里你要当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讲给你听的东西，你说偶尔，你过两天你看痛成什么样子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不要再乱讲话了，好吗？好。好好念经了啊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我家的佛台怎样？佛台蛮好，你面对的佛台，左边环境不是太好，右面好。这个边上是卫生间还是厨房啊？没有啊。面对佛台的左面。厨房啊。厨房是吧？各一块的后面。啊，厕所。好啦。哎，你家还是我家？我这么清楚，你倒不清楚啊。好啦，把厕所的门关关好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有关的。好啦。请师傅看一下我的腰骨怎样啊？腰骨啊，右腰不好，右面当中啊骨头有凸出来。是啊，对。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，医生没跟你讲啊？腰椎啊？有的。第三块，就是从下面数上来，第三块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师傅，请问我的莲花还在吗？你的莲花。你什么号码？18031。18031。一。在。我恭喜我讲给你听，就是因为你莲花在，
你才躲得这个一劫。你莲花不在，要出事的他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好了好了。啊，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好了好了。